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在经营访寮 F3 的这个艺术村呢，我们常常在有办一些活动，就是在我们十一月的时候，我们有办一个新锐展，但是那个新锐展的时候是一个创意的一个展示，就是有很多的年轻艺术家呢，我们把他引进来，让他们能够再做一个不一样的发想。但是呢，我们在今年年度底的时候呢，我们因为发发水灾的影响，大家觉得我们也要来做一个年度的展览，让这个主题呢，经过跟艺术家的讨论的结果呢，大家认为说水灾造成了我们很多的家园的冲毁损失哦，那大家发觉家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地方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以主题家来做我们这一次年度展的一个活动啊。我们是希望说透过艺术家对于家的不同的诠释啊，有的像书法家跟漫画家能够在一起，然后表演的呢，还有一些雕刻的呢，还都能够把这个家呢来做一个新的一种看法，能够让大家知道说家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，才是我们能够达到最平安的地方。所以说我们这次的 F3 的艺术家们呢，希望用这个家的一种概想概念呢，能够在今年的年度呢，能够来做一个展示。所以说我希望说我们的屏东县的县民哈，还有一般外面来的游客们呢，能够从1998年12月26号到明年的1月30号呢，我们在访寮 F 村的艺术村，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为家的一个展览哈，希望透过平面、立体、影音，还有表演，能够把这种一个家的不一样的诠释呢，能够让大家发想，是说家才是我们一生中我们最安全、最安定的一个地方。